韦斯堡冇三伤，雷霆赢唔赢到噶？边个女子网球手会喺俄罗斯赢到个人第一个冠军呢？打桌球边有分年龄噶？咸美顿话：我45岁一样可以捧杯。体育系波，全部都系波，全部都系波。我哋走咗啦，兄弟！祝大家雞年行大運，身體健康，體育系長租長有啊！恭喜恭喜！英超射高咗，曼聯贏三球。嗱，新蒸頭啦，為咗將個氣氛啦熱鬧啲啦，咁啱我哋就冇完師啦。嗱，再揸住塊網球板都應該知咩事啦。我哋咧就估邊一個球手啊入到決賽啊？費達勞拿度又順利入到決賽，咁難得都入到決賽，間接抵罰啦，係咪啊？做大頭髮咁啊啱嘅，但係咧，如果大家有睇上一集嘅話咧，應該都見到佢兩個咧根本係冇俾選擇嘅餘地我㗎，係屈我啊今次。咁不過阿拿度入咗決賽之後，都即刻有球迷踢咗入個 post， 我覺得咁難得費達勞對住拿度嘅決賽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呢條數咧。找咧，我係覺得 OK 嘅，咁但係你兩個就開心啦嚇。佢兩個咁難得可以打入決賽，而你又咁難得可以戴住大頭髮做節目，咁啊大足一集啦。但係為咗俾大家知道呢個真係嘉欣姐嚟嘅，呢一集最後一秒會俾你見一見佢嘅。同首都，首都係運動員嚟噶嘛？揀波蘭人，波蘭人嘴裏咩啊？做戲嘅咋，假噶。破風手嚟噶，首都點會輸噶？首都踩單車啊嘛，你都識講話波蘭人做戲，做戲都同你跑完佢啦。踩單車咪用腳，真係唔識諗嘢。咪先，咁點樣懲罰先？如果輸咗，嗱又俾你話啦。我諗好咗噶啦，咁啊下個星期係情人節啊嘛，你兩兄弟咧前世唔係撈亂骨頭咧，就一定係情人嚟噶啦。咁不如你就向大家獻出你哋嘅熒幕初吻啦，好嘛？冇乜所謂啊，因為輸一定係你噶，咁你輸咁點啊？有冇其他辦法啦？你話事啦，又俾佢話事咯，我冇話事咩？咁我話事啦，唔好嘈啦，唔好嘈啦。佢哋富仔扮得美少女戰士，不如阿家姐都扮美少女戰士啦。嗰一晚咁啱係情人節，大家廣大觀眾揾阿家姐陪下你哋，好唔好先？你點話點好啦，富仔都夠膽扮啊，點解我唔夠膽啫？我揾多另外兩個女主持上嚟扮都仲得啊，反正輸嘅一定係你哋，歡迎加油啊！收到。阿謙啊，喂，你唔好嚟啊！所以找咗啦。咁下一集嘅情人節題目又開埋啦。咁點解我哋仲未收工啫？我想打你，不過勝負今日咧聽話係第200集，所以我哋要慶祝一下。哦，貴姓啊？咩啊？嗱，咁啊話曬咧，今集係體育係第200集啊嘛，梗係要買個蛋糕出嚟賀賀佢先啦。嗱，啱啱應承大家咧，咁啊俾阿嘉欣姐大家見下嘅，一秒咁多，俾佢吹熄蠟燭好冇？嗱，有幫佢攞住攞住俾你喎，一、二、三，睇我係長做長有，落集啦，拜拜，落集，時間已經夠啦。
阿謙都200集啦，你對體育系嘅展望係點咧？希望就加多200集啦。你太貪心啦！佢200集，再多200集，咁啊差唔多，不如我再加200集啦。唔好再大咁多啦，你啊！我咁我梗係希望咧，你兩兄弟咧可以繼續找數落去啦，同埋歡迎加油！係啊，等等等等，歡迎加油！歡迎加油！